乔多天宫的五官不是 AI 正妹，而是曾来台比赛，因为清新美貌，受封世界第一排球美少女的哈萨克女将沙宾娜。Я сейчас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а на волейболе. Каковские парни очень милые, но я сфокусирована на волейболе.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олжен быть хорошим человеком.洋娃娃精致的脸蛋和圆圆的大眼睛，182公分身高，腿就占120公分，让沙宾娜当年以12投身美少女爆红，惊人美貌更曾带来困扰，教练就曾抱怨比赛都在看她一人。三人では誰が一番？あ、それポイント。いいね、いいね。あ、全部ちょっと。いや、皆さん少しずつ好きです。沙宾娜在台湾爆红，到日本企业球队发展，原本是女排界明日之星，广告和节目接到手软，却因为五官大整改，才被日本媒体狠亏整过头，甚至传出整形失败传闻。以为人父的她，少了当初的清纯，多了不尽的妩媚。听从内心，跟着感觉走，要什么争什么，毕竟。最重要的是不要迷失自己。现年27岁的沙宾娜，加哈萨克富商，还有可爱的女儿，还有时尚品牌，网上活跃，坐拥上百万粉丝，一身贵妇人设，女人味十足，却让粉丝直说回忆中的清纯女神幻灭。三新闻严信报道。